我们今天来到深创的纽班，你是转1000块吗？对的，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转哦。嗯，有新入盒，它这个好像是小钱包的样子，然后后面是屁股，有没有？正面、背面，这个也是新的，应该这个是塑胶的吊饰，大人气的皮塔，这个也都是吊饰。这些下面这边之前没有看过吊饰哦，雨伞上的吊饰，我以为他卖那个迷你雨伞，不是啊，是卖雨伞，不是 TP 可以吹吗？吹风它会转，所以是手动的，不是自动。TP 侦探，你要啊？不要。哎呦，能面，不是人面哦，能面。为什么要这样能面？上次不是转过了，它不是电子的，它只有那颗石头是会亮的，这一颗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说你转到这个石头可以把这些放在上面。哦，对耶，全部在上面了。转。这多少钱？100块。嗯。灯耶，所以上次的你那个就可以放在这个灯上面了。我觉得还要再转一个。你想要哪一个？你先。你今天。哦，你说后面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对。我转不动，用力点啊！OK， 好，不要再转它了。你看雨伞在头上耶，头顶雨伞。所以它是人可以用的吗？还是公仔可以用？公仔可以用。你要这样看看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？感觉它的头太大了。先入盒，袋鼠汤耶。你要吗？要。200耶！200耶，这么贵啊！转喽。所以要回去再拆。我想要这个。这个吗？它怎么那么轻啊？你看这个好奇怪哦。你看这个站起来的那猫咪。这个什么 A 上？哦，扭蛋的哦。B C， 它只有三个上。A B C 上。三上。哦，好酷哦，它只有门而已。要不要来一颗？这个吗？没什么用。哦，无限列车。是吗？需要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好了，这个车型。然后还需要一个火车头。嗯，这个吧 ，SL 的 ，SL 是哪个 ？SL 就是蒸汽火车哦，还是你要这个？不要，拜托不要，还要脸呢，好恶心哦。这其实不是无限列车啊，这个是普拉类的。嘟嘟，我想到轨道会崩溃，不可以讲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是绝对是轨道了。你不要讲，轨道，轨道，它其实是轨道。等等，这是无限列车吗？真的吗？先让我看一下，我要不要转下一颗吗？车厢吗？哦，很像哎，它是最后一节呢。对啊，最后一节跳上去那个地方哈。有点复古哎，这个。要不要再一颗？如果你没有转到那个火车头的话，就没意义了。对，这猜起来很奇怪。嗯，自己决定。有没有无限列车中毒了？可以把布拉队里看成无限列车在那里转。还希望得到火车头，结果又得到一个不是火车头的东西，是吗？傻眼，因为火车头不会轨道。对啊，蓝蓝的就是是什么？一模一样啊，那个车尾。这个可以坐呢。我有。很酷哎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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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要这样子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它是转的，然后它会爬行，偶尔它转得下去，好可怕哦！它前面这个还比较可爱，这比较可爱，这个先入盒，好可爱。哦，我们刚刚说是没有了呢，史莱姆的，这个是什么呀？金大便。就是如果你出现金色史莱姆，就是 lucky。那我要来看看我可不可以吃到金大便。你知道这个游戏吗？知道啊，就是史莱姆用盐把它倒掉。Dragon Crystal。感觉是黄色片片。新入盒的鬼灭吗？想要谁？哦，是打洞头。想要谁？那个。哪一个？伊之助吗？会出来吗 ？Oh my god！ 是谁？哦，沙比九跟探长的百鬼霸斗妖。什么霸斗妖？这个是那个。对，小樱的。这个猫头鹰马吉是新入盒的，你要吗？你要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是寿司的。这个是新的。我要这个。嗯，这个好可爱。可是你一箱铁甲，150，对，而且好小颗哦，我天啊，看不到，贵哦，七龙珠的好可爱 ，Q 版的，新入盒，素铁，新入盒，九九的，这很可爱哎，它还可以拿起来，而且很大一颗哎，几乎是10寸大，这么大一个，
新鹿河，它很大颗。国猫猫、蜥蜴、猫咪吗？除了这两个。嗯，为什么？企鹅很可爱啊，炸猪排也可爱啊。它站不住。对，保住了，转不了，要叫老板来。哦，有技巧的。哦，喜欢的吗？剩十块，那我们转完了，回去再开箱给大家看哦。拜拜。我们回来喽。今天转了很少，你有带？很多吧，今天的比较多。九颗而已啊，不多啊。之前有一颗250的，所以之前哦，对哦，对哦，可是之前有些超多的。好，来第一颗，我要抽的，抽到一个最小颗的。哦，这个是史莱姆，看是不是金色便便，特别幸运。你觉得呢？金色，转给了黄色便便。我想要蓝色或是金色。哦，黄色的史莱姆，这是勇者斗恶龙。能不能知道这个游戏？哦，它有这么多种，上面有这个宝物。你知道这个勇者斗恶龙的那个音乐吗？噔噔噔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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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？我也忘记，我也不记得了。有人知道是不是要拿盐把它用掉？这是扩鱼吧，用盐。我想开这个钱塘。好，你机灵的 ，Give me。哇！哦 ，I'm so burned。有辣条。不是我跟你讲，我想要那个房子，还有那个泡温泉的，然后最想要那个椅子跟那个体重计，还有那个什么沐浴乳啊，什么盆子，还有什么肥皂，就想要房子，买个体重计。天哪！可是这个体重计蛮可爱的，你看体重车，呜，无限列车，无限体重啊！你的无限体重上面还有蓝，来看一下你多重啊！现在还没有人，应该是零克。什么零克？史莱姆多重呢？你猜多重？1公斤。是吗？我看一下。他摔死了。是。你偷家了？没有啦，他本来就要自己转的。啊，那就你都自己会改。噔噔噔，哒啦！120公斤。所以他这个是不转呢？怎么转？哦，它可以转呢。他还附了个篮子，史莱姆的便盆，两边都可以转。这个是装那个什么毛巾啊什么的。I don't have 毛巾 ，Thank you。装史莱姆用。好，下一个。无限列车，无限列喵，无限体重啊！你这是无限体重，好重。无限猫毛。那你就觉得这个后面很像他们这个时候跳上去的时候 ，Jump。其实它里面有座位吗？没有。没有很像哎、欸，哎呀，这是扭蛋呐、啊！别那么计较。所以它是同个车型。是的，一模一样哦。所以要再转到个车头。不需要，这里。在那边无限列车了，那是车尾吧？怎么装的、啊？不，这个是店长，这个是那个车长啊，车长店长。不离不离。啊，在这边啊，这样子。不离不离。它火车还有贴纸哦，这个火车还有轨道，哎，可以抽到超多，这个一模一样，你煎那个超级长。它有多少种类？都是 S L 哎，人体机关车、棺材车，噔噔噔噔噔。我记得 S L 1820跟1830吧，才是那个无限列车的 model， 毁灭之刃的大正时代的车子哦。回到很像那个汤马士哎，就是前面有汤马士的头。奥利弗利，奥利弗利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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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的脸现在变成汤马士了。红色的，所以很像之前买到的冒险，它变颜色耶！哇，所以它会一直变化属性。这个米奇的口 Q 我没有米奇，它会一直变化属性哦，然后你就要一直换了。你看，我发现这个比较意思，好酷嘞！上面没有人，凳子来，凳子，太大了啦，太大了，它的汽车。
挡住啊！这是什么颜色？看不到光线了啦！啊，现在看明天你的 cookie。看这个就好，这个是正常的。他的那个 aura 太小了， aura 气场拿那个 GK 啊， GK 太大了啦，已经拿去还了啦。这个是我们一般赏抽中的善意，没有看的可以去看一般赏的影片。拜。This one 也是拜，这也是拜。噔噔，我不放开。马桶音。马桶，马桶。马桶音不是炼狱哦。我刚听成马桶音，什么东西？所以你中到的是哪一只马桶？我不喜欢这两个，不喜欢这个，跟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好，拜托不要这两个。这一只很像那个呢。铁匠啊。哦，其实我觉得都很可爱。谁啊？哦，这不想要的啦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可爱啊。你把它涂成那个臭小龙好了，把它改造一下。角落落，我最想要猫咪蜥蜴白白，它是很大，比扭蛋的大小。上次我们去机就有看到，但是因为上次太多鬼灭诱惑就没有转它，但这次就转它了。它是吊死，哇、哦，好大哦！它会不会掉吗？不会，它是扣的，超大的，完全不会掉。会卖掉呢，超级大只的嘞！我觉得这只 CP 值很高哎，因为很大只，然后可以这样子挂着。戴着手呢 ，Cookie 站不起来呢。它是呆乐兽，那是万兽。图怎么那么小啊？哇，这个也太省成本了吧！这个是 Lava Club 吗？软胶的还是硬的？软的，软胶的吊饰，软软的。我觉得鬼灭超爱出这种东西。我跟你讲，那天超多的，超多这种的，多啦又不行。我觉得可能这种短胶吊饰都要拿一个收集的那个夹来放，因为真的太多了。这个是枪兔跟炭治郎在对战哦，他在指导他的时候的，这时候炭治郎的疤还是那个毛毛的。说到这个，噔噔，好，这些全部都是一番赏，可以到我们一番赏影片去看，记得去看哦，给你们看。你看，你看，炭治郎已经死掉了，为什么？你看他头插了一个洞。他没喷血，所以应该没有。他是刚插进去还没血，刚插进去有血了啦。这就今天转的，为什么都是物品比较多呢？然后这两只感觉很像同一个系列的，哪两只？超像的啦。就是今天的成员有的。这个要整过关了。如果喜欢看妞妞整扭蛋的话，记得帮忙按赞、订阅。你们想看妞妞整什么扭蛋也可以哟，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。FB 可以传照片，如果还有的话，你下次就会去蛋铺找找看。不然太太姐，拜拜。不像我的。Uber Eat， 图片打，孤独 Dinosaur 的。我是 Inosuke。这很像那个猫咪卡在袋子里的情况。我上去了，屁股在走啊，放屁的不好的预感，放屁呢 ，Cookie。这是什么声音？